乐辉 MG3 玩具，MG3 呢也是世界名枪。这款在尺寸方面做的比较适中，长度是1米，重量的话1.4公斤，整体为 ABS 材质，表面呢有水转印的迷彩。它这个顶部的四壁镜可以放大，后照门呢也可以调节，前端呢还有一个高射的机瞄和常规的机瞄，发射的是海绵软弹，采用弹链的供弹。侧面呢还有一个弹鼓，弹鼓可以收纳弹链，仿真度更高。它一共有三种射击模式，我们看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打电动的单发，切换为电动连发，还可以切换为手动单发，拉栓上膛，多种射击模式。它这个脚架呢，也可以多角度的调节，左右360度上下。底部呢还有吸盘，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，是一款做工非常棒的软弹玩具。